看看看看牛不牛。看看水多深吗？瞅着底下柴谷整个给外边水吃平。咦，我的天呀！这门里不知道门里多少柴的。这里头肯定有柴。一人也他。看这一楼，跟床平了呢。我天爷！你要等一只跑腿的蚂蚁呀！看看看看屋里，我儿子他鸡巴起腰身，我操！看没，这冰柜鸡巴都飘起个烂身的，啊？过来吧，过来吧，鸡巴你睡不着，过来给我干活来，过来。啊？你看鸡巴，你看屋里剩啥了？我儿子的。我拿你去呗。好，喝那个。随便。这个吧。啊，都走。赶紧弄拿出来。开门的弟，来吧来吧来吧，这屋里剩啥了？我操！啊，你看这不老根抻，康家和鸡巴720一样，今天鸡巴又是个720，他娘了个逼！哎，没法弄没法弄，你看看看看，人家这奶啥都倒了，我的妈！你管吧。我管啥管，别管。大家快起来挪车吧，别睡了别睡了，这个水太大了，我的天呀。哎呦，我的伞都吹飞了。大了，多少辆车了，一路走过来，从石坝和入味口，有些还能看到，有些都被冲到下游了。
移动大厅无缘无故封我的号，现在处理不了，晚上我银行卡要存贷款，更新身份证到期了，无缘无故封我的号啊！中国移动无缘无故封我的号，14年的号，中国移动。